Hello， 大家好 ，Ray Wan です。好，今天第二弹的卡机开出来了嘛，相信大家也抽了不少。然后龙石这酷东西大家都需要，那么这边的话就马上来把这个新开的龙族历史第22关，versus Tobikiri no Chosenji 这个关卡来解决掉，哪一点龙石都好啦，哪一点龙石。他的任务那天应该是跟大家介绍过，三张的最凶一族跟三张的人工生命体以及15回合内通关，然后这一个关卡来说的话是总共7回战啊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7回战，它的属性全部在这边，那么也就是说一个关卡我们最多花2回合去打，最多2回合去打，所以要打得非常的快啦。好，那么这边就直接组一队可以把任务全解的队伍吧。这一队来说，这一张的话可能国际版的朋友因为还没集现在嘛，但是要代替的话其实有蛮多其他的角色啦，没有什么太难的，没有什么太难的。再 mix 多一下人工生命体，这一些角色其实都可以，比如说这一张讲真的，如果没有的话啦，那一些五个属性的克比拉啦，我记得有一张是辅助用啊，这一张隶属的其实也是可以把它给安排进来里面，作为辅助的存在，这样子代替这一张，都是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啦。那么这边的话，我就带着这么个样子的队伍啦，这个样子好，想来应该是没有什么太大问题了。然后最凶一族的 support memory 还没有凑齐，还需要一点时间，等后尾第三弹的 red zone 全部开出来就 OK 了。然后其中这一张啊，大王会在这边有很好的表现，因为其中有几个关卡是有带悟空的名字的，所以他必定会行嘛。 Let's go， 这边的话就好好的把龙石那酷东西给拿下来吧。顺位，等下哦，这边要看一下，OK， 这样子的话，这么个安排就好。然后可以开到比萨就好。然后这边的话是可以降攻防，也可以封技能，其实不会到特别的难受啦。Supernova， 然后过去把我打算把那一个宿属的大王带过去下一回合，然后跟隶属的佛哥好友的隶佛哥做连接啦，整体的连接也不错。这边的话用这一张会打得比较快啦，是确实的，确实的。我直接三连接解决掉，哇，竟然俩起来连接！老实说，像这一张克比亚军团，然后这么会连击啦。我只是没有想不到啦，新官的那一个克维拉，官方竟应该说新的那一张克维拉啦，官方竟然没有给他 extra 的连击被动，蛮奇怪的，好奇啊。这张是新极限在上来，我还没试用过。哇，初始这一边来回辅助四条连接12万的防御力，作为第三号位的辅助还不错。さて。我还想有没有可能我们的克维拉逆将直接把比克给解决掉了，克属就再加上火力十足的克拉逆将马吉卡有，还真的是比克应该是升不了托要害攻击，哇，这个正中要害绝对是挂定了啦。好猛哦，克拉逆将。OK， 这一边的话我们就比较随意一点，让克维拉去前面。这边的话连接当然没有到非常好啦，少了超级战啊，征服的眼望，我觉得真的是很可惜啊。只有 25% 的那个攻防加成吧，不够理想。さてさて，攻防上升，攻防上升 ，nice， 449万。哦，前面这边基本都是一回合通关啊，还蛮不错的，至少回合数上面我们是省下来了。哦呀，
还行还行，悟空的必杀在这边的话我扛得住，不要打在克苏身上就好。整体感觉来说，这一次的龙族历史至少打到这三关，然后有点像在送龙石这样子。那大活动开出来的一些比较多龙石的关卡，然后官方都不会设计到特别特别的难啊，就一个大概让大家过得去的难度吧。哦吼，啊，没事。这样子的话就稍微浪费了一点点的回合。我看就让库拉逆奖去开招好了啦，大王的话我觉得就可以稍微随意一些些，不要先攻必杀我带咯。 OK 没事，766万直接拿三路大佬，好爽哦这个。可是到现在啦吼，距离把被动给叠满应该还很久啊。这个连接美美只有两条马蹄。这个样子的话没办法开到超必杀的，好像开不到超必杀，不过应该没什么太大问题啦。杀的杀的41万啊，呵呵，这个输出应该说这个防御力提升有感，而且好快哦，还没叠满呢，647万，有辅助就是不一样，送啦，最凶一族的辅助，哦呼，二连击，哎，没有二连击，外面是二连击，结果是悟空，哎，轻松，有歪，因为那个自己修复技能连得到的话啦吼。会有额外 5% 的减伤啊，练到满的情况下啦，有 5% 的减伤还可以回血。不过这一条连接我觉得是还蛮棒的，对金属克维拉本身来说，他们自己的防御力又高，然后再配上一点额外的减伤，更加的硬邦邦啊。斯帕诺吧，又是一回合解决，好轻松哦，一路轻松自在打下来，完全没有任何的问题，我都好想要这么个白法了。马伊嘎差了那么一点点吧，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。杀的，我看这边好像是最后几轮的吧，都哦，还有一个比克，等一下还有一个比克，比克了，然后就再到悟空累积大嘛，没有单人累积大好像是，所以啦，克拉逆奖，普攻。普攻应该是满足主动技的要求了吧，应该吧，打得又够快，吓死人，这一队也太强了，真的是猛。既然这样子的话，我就反正加工道具带来就开了，都最后第二关了吧，应该是没什么会用到了。41万的防御力就问的嗨，然后这个样子吧，可以开到早就好。还蛮轻松的，大家。比克是全体攻击还是全体攻击？我就有点哑背。没有，单体攻击罢了，还好。对啊，可是哦，我把攻击力弄上去，你又把我弄下来，875万，原本可以破900万的。我靠，一hit，有外。也太弱了吧，等一下科拉逆奖，连被动都凑不满，然后霸回合，果然是在送龙石啊，官方这一轮真的是打着送龙石的那个感觉来给啦。那么怎样也要给一点尊重，我们开一个位是吧，反正都带来了，给点尊重嘛。果然是先攻必杀嘛，虽然说应该不痛啦，可是科拉逆奖的防御力才29万，不太想去赌哈那一下，开了位才被打99万多，确实是痛。这样开的对啦，那一个位，不然被打个20出万应该是会有吧。我靠，死哟！
只是可惜主动技，我只不过是需要打八下罢了，触手八下罢了，他都没办法达成。OK， 那么这一个龙族历史轻轻松松啊就通关了八回合罢了。嗯，他的要求是15回合嘛，官方是不是太小看他的这个角色了？强到爆诶、欸、强到爆诶、欸、老实说只要有抽到第一段的克维拉的朋友的话，拿他们来组我相信应该是蛮简单的，会非常简单啊，呵呵，才七分钟就过了。斯巴拉西到11条任务嘛全解了。队伍就是这个样子啦，刚才说到了这一张是可以替换掉的任意角色啦，像是其他的那个叫什么人工生命体也 OK， 因为这边都是可以随意对调了，反正只要凑够三张的人工生命体在这一队里面就可以全任务达成。那么看一下啦齁，通关一颗龙书一颗龙石，然后任务这一边等一下这么卡住了然后这边是全解了吧，那么就全部领到完那11件23颗，再加那一颗就有24颗啦，不多不少也算是不小的龙石，再凑多一点点就可以再抽多一个十抽啦。那么就还在努力抽卡的朋友就祝大家加油，可以把自己想要的都抽到啦。好，那么这一次的影片就到此结束啦，谢谢各位的收看，加马塔尼。